特别看部手机盘，个人通工业企对台湾俄罗斯生态可能的影响，老认真的专家分析。拜五还有两日长，五十五开放，不民众参加。立法长国民党团赵新马专家分析，不民众参加，唔拉民主。那民间团体也开记者会批评，军权人物的转变太大。台北警枪条而报复俄罗斯，立下五股重视的。记得拜六，我看到国台给咱太多期盼，就莫非闯出军校保住俄罗斯自然的诉求。428上凯道，不早教就深奥，不早教就深奥。飞到爱叫俄罗斯民间团体上呼见面，还个先天也拜六爱爽快脱。上桥泰坦行土连脉，同一级保育队财产躲避空山虎，还个熊猛求夫魔坏压着土，因做纹身叠字，爱推荐俄罗斯按丰富嘅神佛之念。那礼拜六吼，挨得唔系抗议，挨得要宣按到陈情，因为小英总统2013年哈4月20号，就来挨得早教践行的现场，记录下早教永存四种啊四个字。这两是佮咩啊是在野。喊你要做总统嘞，迄面你要来，拢个人恐吓嘞啊！照顾安尼的早教人潮，郑文灿哈，佮当选之后，挨人去签去，签去你要走五公的哈，27公里的早教会划保护区，结果其实嘿，炸唔地浪的。保育早教，永不妥协。反暴团体拿出2014年江西汉溪失踪候选人的张文灿，讲爱叫俄罗斯的样片，批评其头摆同金币态度手掌太麻，还个批评头摆蔡总统实讲爱同造谣冤损，金币才唔顾俄罗斯黑上也是。全台关心深奥，即马大家拢足关心咩？我咪拜托用那种精神来关心早教，因为早教伊遐生态。看起来未必深奥，较无简单。各界都来上演，摆渡嘅开头严重飞风，尤其喺高速为上台演出。立法院违反委员会消息委员陈玉明，同记者会当中咪讲，行业礼拜三安排泰坦俄罗斯作案报告。核心报案人谢丽玲，台北报道。